之前馆长在直播中就说过。五一亚堂这你这啦，我跟你讲啊，啊水有多深啊，要多深有多深啊，欢迎加入会员啊，快点吃。狗尾回击700万标案合法没双标，馆长吵架王上线开炮废片。所有人都知道，全台湾最爱吵架的男人，在直播上面，你被压起来，你只有闭嘴就对了，老子一定再把你掰弯。我不是要掰你的性向了，好不好？我看你怎么掰嘛！哇嘞，馆长开杠勾二，说好了照三餐问候。原因呢是三重馆事件爆发时，勾二以影片揭露，究竟谁是三重馆的打工仔？而馆长认为该影片内容不实，并质疑勾二搞双标。对此呢，勾二再释出推出 YouTube 圈影片，而以下水很深，但不用加入会员就可以看喽。勾当天没有下车这件事情，其实早就跟警方讲好了。警察你爸。这么尊重警察、啊，那希望你不要下车。那你为什么要去？还要发消息说你要去？很多人在炒700万的标案，这种依采购法规定办理，上网公开招标，合法和规定的标案，到底有什么好炒的、啊？不是啊，我是在问你说，你为什么都嘴别人标案是不公不义？你嘴别人都可以，无论把人家害得要死，你手头上的证据都乱七八糟拼的。像我自己的影片，我就被你害到了嘛。而且踢爆 NFT 诈骗那支影片，我也没说全部的 NFT 都有问题啊。又在 NFT， 我看你能讲年前也讲多久啦，对不对？我在看你之后要出什么废片，你赶快出一支别的踢爆别人好不好？我在看谁要出来吐你。以下只是单纯举例哦，如有雷同，绝对纯属巧合啊。从前，有只绿鬣蜥到处作奸犯科，正在诈骗非常多人，但全台湾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提醒大家。有一天，一个被世人唾弃的漩涡名人站出来帮受害者发声，并提醒社会大众避免再有人上当，但胖虎却突然跳出来攻击名人，在一个月前自已经流言自泄的影片。你在讲什么？你妈的！这个查甫囝，漩涡鸣人嘛，绿中西胖虎了，高囝被抢成胖虎是什么心得？我觉得一个人哦，北南到一个程度，就是连人家的名字都不敢提，结束啦，结束啦，结束啦。这次的事件，有些受害者在中南部，我很难帮助到他们，所以我才会想串联北中南所有正派的律师。赶快开啊！我看你什么时候开啊？你赶快开没？要、啊、看有没有人会去收钱呢、啊？我不用讲的，赶快开嘛！所以剩下你们想知道的所有问题，这些内容我全部都只放在会员专属影片。套一句你们说的，嗯，水很深啊！又来，又是会员，我觉得他超怕没有会员的，是不是？是超霸没有会员的，是不是？是超霸学不到钱的，是不是？都很弱嘞。他在拍这个片，我老实问大家，他是不是有拍等于没拍？我讲难听一点叫废文呐、啊，五六天就出一支鸡蛋影片，而胖虎怎么样？胖虎怎么样？我 call 林 call 仔请假就罢，他说要开战呢，然后隔天就说我在钓鱼，他说要开战，他开战，他说要钓鱼就钓鱼，我说。我隔天说不好意思，伯母误会就误会，是不是？五一亚堂这你这啦，我跟你讲啊，啊水有多深啊，要多深有多深啊，欢迎加入会员啊，快点吃。